你想过你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吗？至少18岁的我，从没想过这样的画面竟然会出现在我的人生当中。感谢清楚流星许下愿望，瞬间遥远了一大步。用心清楚流星化成一颗星，永恒间最美的。我叫董山菜，是一个平凡的18岁女孩。这是我最亲爱的妈妈，脸蛋圆，小腿粗，嗓门大，还有强健的体魄和乐观的人生哲学。我应该很像我妈。哇，你这小丫头，你怎么买个菜买的跟小花猫一样啊你？老板，来这条。哎呦，啊！这道糖醋排骨是董家私厨的招牌菜，从我有记忆以来，一家人围桌吃妈妈烧的家常菜，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哇，什么味道？闻起来这么香啊！看起来好好吃啊。好啦，啊，臭丫头，谁让你偷吃的？这是给顾客吃的，你都吃了18年了还没吃够啊？这是一辈子都吃不够的呀。所以我立志要考取明德学院营养系，我想将妈妈的家厨事业做强做大，把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哎呦，宝贝女儿。爸，这是我爸，一个平凡的后勤主管，但同时他又是个非常疼爱老婆的好老公和爱女儿的好爸爸。这是我的高中同学小优，因为酷爱茶的味道，所以高考结束之后，我陪他一起来奶茶店打工，度过了一个漫长又平静的夏天，就像以前18年来的生活一样。但是所有的平静都在这一天被打破了。3 2 1，录取了！真的录取了！小优被他第三志愿朝阳大学的茶文化系录取，而我，我们家山菜能金榜题名，考上明德，多亏各位领导和老师的关爱。恭喜山菜考上明德！谢谢，也终于被我梦想中的明德学院录取，如愿成为一名营养学系的新生。妈，这就是传说中的明德学院吗？对呀，这是最好的一所精英学校，所以山菜你要加油哦，你美好的人生就从这里开始了，来，加油！考上明德，哎，我们高中3年就是死党，没想到大学要继续当死党，我真是太幸运了，比中了体彩还开心。我也很开心啊，山菜。你是那个
我想想啊，李珍。哦，你就是隔壁班那个不爱说话的女学霸李珍吧？哎，她是陈清河，是我的死党，我们高中就一个班，现在又一起上明德。哇，那看起来你们关系很好啊。那当然了，我跟山菜的关系可是好的，大学我都是跟着山菜三个志愿一块写的。你为什么跟山菜的一块写啊？当然主要是不想跟他分开嘛，然后就是不管我念什么系都一样，回家呢就要经营我们家那个食品加工香蕉厂。香蕉真是好，营养丰富又好吃。对，最重要的是它很感性。香蕉很感性？因为香蕉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你们也太有默契了。那当然，反正无论怎么说我就要跟山菜继续当同学了。山菜，还好有你们在，不然我一个人一定会觉得很孤单。以后我们三个就要好好相处，一起度过这四年了。耶！我董山菜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往我梦想中的明德学院大步迈进，向我人生的新旅程全力冲刺。没事吧？小心一点。没事，赶快坐下吧，演讲都快开始了。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国宾州大学巴比特先生。巴比特啊，好厉害啊。明德居然请到巴比特，回去我跟我爸妈说，他们肯定很羡慕我。 Distinguished leadershipTeachers, dear students, good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etting me share this wonderful day with you. And I'm supposed to say something funny now. Please don't record. So, I will do that. Welcome to Shanghai. 哎，给你看我拍的照片。哇，山菜，你拍得好清楚啊。哎，这张传给我，我要做一个生日表情包。你生日啊，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啊，不是今天了，过两天才是。发给你啊。好好好。恭喜了，你看这件太棒了。我也是。好啊，来，山菜，
山菜同学，你跟我回去好好反省反省，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也不能对我们学校重要的贵宾巴比特先生如此的不知分寸，没有礼貌。没受伤吧？山菜，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刚刚没来得及护着你。你为什么要袭击巴比特啊？我没有要袭击巴比特，我是要找那个穿着绿鳄鱼皮鞋的 F4。我的手机就是被他们其中一个人踩成这样的。F4 是谁啊？去哪里找啊？是那个演讲上学妹们要去拍照的人吧？他好像很受欢迎哦。F4 确实是很受欢迎的学长啊，新来的。我们三个是营养系大一的新生。你是？新闻系三年级，我叫郭采洁。采洁学姐好漂亮啊！采洁学姐，为什么说 F4 是很受欢迎的学长呢？F4是四个明德学院四年级的学生。身高平均1.85米，外表英俊出色，性格乐观开朗，关键是他们在学业上都各自有优异不凡的强项。在桥牌桌上各有擅长之处，颇具艺术家气质的冯美作爱好文学和艺术，擅长设计展览、策划沙龙。桥牌桌上他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同时还很爱开玩笑，在他幽默的玩笑中，对手常常松懈下来，产生轻敌的态度。个性稳重内敛的西门燕出身茶道世家，对茶艺有着极深的造诣。跳牌桌上他善于精算攻略，很懂得利用心理战，常常声东击西，让对方输了都搞不清楚怎么输的，有跳牌战神的美名。Huaze Lei则是个音乐天才，拥有绝对音准，擅长多种乐器，每年都会拿到多项音乐奖学金。跳牌桌上他冷静沉着，常让人摸不透他手上的牌是好是坏，有人形容他如同有一双透视眼，完全可以看穿别人手上的牌及骗术，甚至传说只要对手看到他的微笑，就会不由自主地将底牌掀出。至于 F4 为首的道明寺，据说他对金融方面很有兴趣并极有天赋，刚满18岁就靠证券交易赚得第一桶金，成为明德商学院的一段传奇。桥牌桌上他胆识过人，很多人才一上场就已经被他逼人的气势吓得出错，把原本一手好牌打得稀烂，赛后才后悔莫及。
这四个人强强联手，替学校拿下无数桥牌比赛冠军，可称之为明德之光。太酷了！就算桥牌了不起，也不能踩坏别人的手机不道歉啊！对，我们现在就去桥牌洗澡了嘛。要是他们不认错，我就挑战 F4， 让他认输。想要挑战他们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得先拿到 Joker 牌才行。Joker 牌又是什么？ F4 的挑战帖。挑战帖？因为想要挑战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不生其扰，所以就定下了这个规矩。想要和他们挑战的人呢，要先找到机会和他们面对面，直接表明要挑战。如果 F4 认为你够资格的话，就会发下 Joker 牌，定下比赛时间。但是一定要在比赛之前就先讲好赌注。赌注？关于赌注的传闻有很多，有的很好笑，有的很不可思议。比如呢？比如，打赌输的人要负责清扫一学期校园内的垃圾，站在校园水池中间半蹲一整天，在人体标本的生物实验室待上一个晚上，被吓得昏倒，又或是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一口气吃下100个小笼包。还比如，打赌输的人要在海边跳民间舞蹈。有一个最荒谬的传闻，但至今没人能证实，那就是曾经一个赌输的人吃掉了一双拖鞋。这样，你们还敢挑战吗？前面就是桥牌室了。学姐，祝你好运。山菜，我们还去找 F4 吗？去。为什么不去？做错事的是那个踩坏我手机的绿鳄鱼皮，我有什么好怕的？对，谁怕谁啊？我们走。嗯。就是这儿吗？对，就是这儿。F4，你们给我出来。对，F4，你快出来！踩坏我手机的绿鳄鱼皮，我要你赔我手机。对，赔山菜手机。你再不出来，我们可要进去了。对，你们要是再不出来，我要进去跟你们挑战。看来 F4 不在这儿，我们走吧。是啊，反正根据刚刚那个彩洁学姐的形容，他们四个应该很好认。也是啊，嗯，只要在路上看到个高、腿长、自以为长得帅气的男生，应该也错不了。怎么样，是不是这四个？是吧，气场好强大。喂，绿鳄鱼皮，有什么事吗？这是什么？烂手机。你知道它为什么会变成烂手机吗？关我什么事？怎么不关你的事？就是你把它踩烂的。什么时候？演讲散会的时候，一群人为了去看你们，把我推过来撞过去的，还把我手机撞地上了。你一脚就踩过去，把它踩烂了。是营养学概论的马教授，这是你们的第一堂课吧？请你们告诉我，你们为什么来明德学习？
因为这是最好的学校，参加实践活动，学会团队合作。因为明德学院有最顶尖的老师和学习氛围，所以我们一定会成为最顶尖的人。每位同学的回答都很不错，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的课很难通过。在这四年之中，我会以最严格的标准来要求你们，你们可能会感到痛苦，甚至会恨我。即便如此，我仍然会毫不留情。我送给大家一句话：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意志力却是无限的。不要让能力给束缚了，和你旁边四位同学组成一组。未来我们要做的是团队报告。你在这干嘛呢？妈，我高中有个同学叫李真，跟我一起考上了明德，他明天过生日，我呢就想做一个又好吃又不发胖的蛋糕送给他。哪有不发胖的蛋糕啊？当然有了，我们营养学的教授都说了，只要把全脂牛奶用脱脂牛奶代替，糖分减半就可以了，简单吧。哟，我这姑娘这学没白上哈，都能做这么厉害的蛋糕了。嗯。你说你做个蛋糕怎么弄得满脸都是啊？行了，继续吧。噔噔，哇，山菜做的有点丑，别介意啊。我很喜欢，你知道吗？这是第一次有人亲手为我做生日蛋糕，我又没有钱买贵重的礼物，小小心意啦。不过他吃了不会发胖哦。哇，哎，还有卡片啊？哎，别看。回去再看，你念出来我会不好意思。嗯，那先跟蛋糕一起拍照吧。啊，这儿人有点多，我们去那边吧。好，走走吧。这里行不行？我们就在这里拍吧。啊，耶！哎，你站过去，我帮你拍一张单人的。好。站过来一点，这样吗？哦，我拍不到蛋糕，你再过来一点。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呀，你吓死我了，你小心一点啊。手机，但是蛋糕给摔了，我也不太行。又是你们。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那道明寺学长，我帮你擦。滚开！喂，没事吧？没事，没事。喂，你给我站住！他又不是故意的，不是也跟你道歉了吗？你有必要那么凶吗？你这个自以为是、穿着绿鳄鱼皮的菠萝头，仗着自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走到哪儿都那么嚣张，踩坏别人手机也不道歉，根本就是大混蛋！你有种！山菜，你刚刚干嘛跟人起冲突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那么冲动啊。
了，我以后不会这样了。收到周告牌啊！一定是因为那天得罪了道明寺。道明寺想让我跟他打牌下赌注，我才不会理他呢。山菜，你要去哪儿啊？去走一走。只想好好在这里念书，翻什么 Joker 牌给我，还踩坏我的手机，害我在全校人面前出丑。 F 四，你们这群混蛋，我诅咒你们从明天开始每个人的手机信号都被外星人拦截，不能打电话，不能发微信，不能玩游戏，永远没办法上网，一辈子没有手机可以用，走在路上踩到自己脚摔个狗吃屎，晚上睡觉梦到没有脸的僵尸把你们通通吃掉，鼻孔里的鼻毛一直长一长，长得穿过头皮跟头发连在一起分不开。然后呢？鼻毛和头发连在一起分不开之后呢？就开心了吗？你也想来整我，对不对？我为什么要整你？你们 F 四不是一伙的吗？是，但是我对别人的事没有兴趣。就是我喜欢的学长，我想拍一段视频，等一下我把饮料送上去的时候，你呢就负责把我和他拍下来。我还有点事，我得先走了。哎，山菜，你也太小气了吧，这点忙都不肯帮。拍你了，你什么意思啊？拜拜。
场咖啡在哪儿啊？哦，谢谢啊。您好，您的外卖到了。是你啊，你叫的外卖？是啊，我帮你捧场，你应该感到很高兴吧。这里是20份外卖，请您慢用。站住。又有什么事？我还没有检查是不是我要点的菜，至少要确认你没有送错吧。这就是你家的便当啊？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不好吃你可以别吃，我回收带回去。这便当是我花钱买的，我爱给谁吃就给谁吃，你有意见吗？我知道你是想故意整我，但是你凭什么这样糟践别人的心血？你知不知道这些外卖都是花费了好多我妈的时间还有精力才做出来的？你不要太过分了。我过分？哎，你对客人态度应该好一点吧。好态度是给好客人的，你不配。再说一次。我再说一次又怎么样？都说明德的学生是精英分子，学过什么国际礼仪，家教很好，但我看你今天的所作所为真替你感到丢脸。像你这种不懂体恤别人辛苦的人根本就是社会蛀虫。给我闭嘴。谁叫你先骂我的？你活该。哟，小姐，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啊？啊？哎，小姐，别着急走啊！啊，放开我！哎，别害羞嘛！哎，我们都是好人。放开！我们都是好人，是，我们都是好人。你们在干什么？还不走吗？
擦擦吧。想哭的时候就倒立，这样眼泪就不会流出来了。借用一下。哟，山菜啊，快吃早饭了啊！宝贝女儿，快吃饭了。你都吃两个了，这是给女儿的。我要你赔我手机。关我什么事？滚开！这就是你家的便当啊，这看起来一点都不好吃。你给我闭嘴。能力是有限的，意志力却是无限的。Bye-bye.
给你赌桥牌啊？我董山菜才不是好欺负的。